大家好，这里是 Len。 这次的影片是维京纪元最新的 DLC 诸神黄昏的预兆中隐藏坐骑跟隐藏恶搞武器的拿法，因为记得这两项在地图上不会以亮亮显示，才特别去录了这一集。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。隐藏坐骑古灵博斯蒂的获取位置就在斯瓦拉达尔的醒来图示下方，差不多就是这个叉叉的位置。会有一个双巨人在吸附这只猪，将双巨人击杀之后就能够入手这只坐骑了。再来是隐藏的短剑型武器木棍，同样在斯瓦拉达尔，在史托尔模仿上方的桥中，能够用奥丁视野发现一个金色的亮亮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差不多就这样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This seems to belong in a castle.